是将 FOS 一降幂及升幂重新排列的方式，重新排列。我们先写降幂 FS 就等于降幂的话，就是次方由大到小的依序排列，所以先写2S 次方减 3S 三次方加 5S 平方减 S 加8。按照升幂排列的话，我们刚好是跟降幂颠倒过来，先写常数8减 S 加 5S 平方减 3S 三次方加 2S 四次方。